所以我当时有再往上拉一点，就是我们义务的也可以了，不用担心了。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其实也不会觉得奇怪，或是也不知道你穿多高了这样，所以拉高一点你的比例会更好一点。然后它一样是瑜伽腰的，阿祖妈家的，这件80公斤应该是没问题，这一定可以，这绝对可以，对，这可能是100公斤，哇塞，大，快要两个经验了，两个我都快要两个经验了。所以如果说是肉肉妈，然后你又想要找韩国式的裤子，对，然后是秋冬的，真的可以考虑这款加折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很漂亮，嗯，质感很好，这也不会退流行，对，不会退流行，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穿。属于是秋冬的棉，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，它不会透明，对，对，那颜色都是属于是秋冬色。秋冬色，我身上的是深灰色，然后这个是酒红，再来就是基本的黑色，还有浅灰色，这样。这我在想，我去找件 T 恤来搭，它应该是很百搭。对，衬衫这种就是搭酒红色就可以去上班。或者是白衬衫配黑色都可以去洗，就是比较正式的妈咪可以穿。然后像休闲的话，就是可以搭一个 T 恤，然后浅灰色啊、深灰色、球鞋都可以。是哦，我现在身高158，然后体重50公斤，加肚子可能58吧。然后弹性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可以这么大，所以这个是真的不限身形，就是不限你几公斤都穿得了的。然后你看它有什么。